据说呀，早在东汉时期，人们就在昌江以南筑窑伐木，烧制陶瓷。这个曾经名为昌南的小镇，让世界了解到 China， 并由小写的 China 认识到了大写的 China。感谢林云和三位远道而来的朋友，让我们看到了，自古以来，景德镇就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，走在了创新的前沿、时代的前沿和对外交往的前沿。所展现的艺术造诣、蕴含的人文情感，至今能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所理解和欣赏。古老的景德镇，千年窑火，生生不息。欢迎大家来到中国，和我们一起创造新的美好。我是林允，我是凯咪，我是草曼，我是地兰，我们是远寿护袁青花又李红楼各社人物顾餐守护历史守护